中坑风尾坑有着清澈洁净的自然涌泉，有百年老风乡，四季景观多样，虫鸣鸟叫，山林苍翠，是龟山最美的地方。这里夏天的均温比城区低3度，有相对友善的脚踏车步道，这几年在地方社造人士的呼吁奔走下，成为全龟山最重要的乡土教学场域。餐时间到了，为了确保学生吃到安心的在地食材，教育部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推动校园午餐采用4张 EQ 国产食材，包含台湾有机农产品、产销履历农产品、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、吉原谷安全蔬果、生产追溯 QR Code， 所有蔬果鱼肉国产溯源安全，你需要的都有。透过支持学校午餐选用4张 EQ 的食材，不只能吃得安心又健康，还能支持在地农友继续生产优质的农产品哦。食农教育课程里，让四件会员借由播种，感受大地的传承。从产地到餐桌，让我们一起听温主厨怎么说。我们这个食农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一定用当季食材，那选择这个当地生产，尽量缩短食物里程的。来做一点节食，这样的话，缩短食物里程的食材代表着新鲜。在地四件义务指导员和龟农一起深耕于地方的食农教育讲师，与龟农的四件指导员合作，除了休闲农业旅游体验之外，农事体验与小菜苗栽种活动都有着友善耕作的教育理念。同时龟农也办理料理活动，用生动的方式让龟农的会员们一起亲子共餐。我们带着草根大使一起玩农创市集，一起体验 DIY 姜黄系列活动。在地姜黄好礼前进东京国际食品展，在地青农并于今年度拿到有机农产品验证证书。除了推动食育农育之外，龟农也一起与国际接轨，最后与枫树里合作种植枫树道的醍醐灌龟作品，传达了在地人文与在地人才，经由食农教育活动与地方竞赛，一起努力推动以农为主轴的地方文化。